105行车中下坡路制动突然失效啊，下坡路刹车突然不好使了，不应采取南航，就是控制方向继续行驶，这是不应采取的。可以采取的是从高速档向低速档强档，以及利用道边专设的紧急停车道或者叫避险车道进行停车。D 利用驻车制动器减速停车，也就是手刹。